年轻的时候啊，在上海滩开了40年的东北菜馆，就凭着一道红烧鸡腿，让我在内蒙古大草原买了40套的海景房。鸡腿凉水下锅，放入料酒，大火烧开，撇去浮沫，洗净捞出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放入冰糖，炒至枣红色。咱们下入鸡腿，大火翻炒一下，炒至六面金黄。加入清水，放入葱姜八角，加入生抽，放入咸盐鸡精13香。大火烧开，盖盖，咱们炖它22分钟08秒。家人们，阿豪主页更新了400多道家常美食，每一道都非常的详细。如果你一次双击都没给过我，今天就跟您要一个，感谢您了。